身家近700亿嘅金比同刘銮雄育有两女一子。自去年开始，金比不时带大女刘秀华一起出席活动。13岁嘅刘秀华已经亭亭玉立，佢更不时喺社交平台分享近况。日前佢就晒出一系列自拍照，相里边所见佢身处一间摆满咗各种水晶嘅房间，粉水晶、紫水晶、绿水晶一应俱全，大大小小咁摆满咗成埲墙，相信价值不菲。而一向深得爸爸大柳欢心嘅佢，自出世以嚟已经至少和爸爸先后送赠4粒7至16卡嘅稀有蓝钻同粉钻，总值超过8亿港元。此外，大柳喺2015年亦送赠位于乍甸山高士味道5号嘅豪宅，价值约4.6亿港元俾爱女，可见佢非常爱锡女。